另一份工作呢是国际事务贸易相关的工作，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京都，工资给予呢是22万到31万日元，要求是日常会话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。然后这边的说明会呢是上午的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的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会社信息，当天可以预约面试。